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次咧就想讲一下咧，近期咧就出咗一只新嘅情报，就系 Pokemon Master 嘅一只手机游戏啦。咁原来咧就有人发现咧，喺早前2019年5月18日咧，就有一个日本网民咧，就喺呢个 Five Cham 呢个日本讨论区入面咧，就偷跑咗一啲情报。咁我觉得呢个情报都比较上有呢一个嘅参考价值啊，或者系。都可能是一个真是属实的情报来的。咁但是呢始终都不是经过官方来到去发表的或者发布的。所以我们暂时都是用这个的参考的角度来看这个的情报啦。没错。咁其实这个呢就在巴哈度看到的。巴哈度有一个的人呢就发现了啦。咁就偷跑咗，即系5月29日咧，就有一个 Pokemon 嘅公布会啦，系啦，公布咗可能有啲咩策略，有啲咩手机游戏啊，或者佢上次就系同呢个 Pokemon Go 一啲有啲咩嘅新嘅搞作啊，有啲咩新概念嘅一啲商品啊，咁都发布咗嘅。咁呢一个 Pokemon 大师系其中一只啦。咁我哋即刻嚟睇下佢有啲咩情报睇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因为我自己就睇日文冇乜问题，但系就我唔识。讲翻出嚟啊，咁所以我哋就直接睇翻巴哈嗰个嘅翻译啦，冇错。咁呢一度咧，我只系会讲一啲比较重点重要嘅情报啦，吓重点嘅情报，冇错。咁咧，主角咧就会同呢个历代训练家一齐，目标系喺 WMP 出赛获得胜利嘅故事。咁历代嘅训练家咧，相信大家都唔陌生啊，就系咧封面呢一堆嘅历代训练家啦。咁包括嘅就系 Red 啦、大悟啦，呢个好似系。XY 嘅系 XY 啦，呢个都 XY， 呢个黑白嘅。咁啊，希罗拿或者竹兰啦嘅珍珠钻石即系神路地区啦。咁啊，道就系呢一个关东成都嘅。咁呢一度有个小江嘅，系啦。咁啊，暂时就有呢一啲嘅人物啦，同埋小霞嗰啲都应该都会有，因为佢始终喺遇难嘅影片都会见到，咁所以我相信佢一定会有份嘅。咁呢一度历代训练家就系指呢一啲啦。然之后咧，一人配搭一只精灵，统称为呢个 Buddy 系嘛？呢个系咁啊，玩家将编将三位训练家嚟战斗嘅。好，咁简单啲嚟讲，即系话咧，玩家就会系操控三个训练家嚟战斗啦，系啦，即系类似回合制。然之后你又控三个人物，系啦。咁战斗方式系即时制嘅，如果咧唔下指令咧，咁就单方面俾人打。好。而呢一句我谂我理解为系呢一场嘅战斗咧，就系即时制啦，可能有个时间限制，可能5秒内你要揿到指令，如果揿唔到嘅话，就会俾人单方面打。咁你揿到嘅话，就会同佢对打或者系一人打一下，大概系咁咯。我会觉得会系战斗中可以随时选择要唔要切换成 auto， 即系呢个自动嘅模式啦。但系呢个 AI 咧，只会根据当时嘅单纯理论学判断，会有一啲战术性嘅判断指令啦。呢一个嘅话就话呢 AI 呢就如字面所讲呢，佢係会根据当时单纯嘅理论嗰个落判断啦。咁就唔会有一啲战术性嘅判断指令，例如我自己打个比喻就係话呢佢係水系，咁我係草系，咁当然用草技打佢啦。咁但係可能如果对方係食草特性呀，呢个呢个係比喻啫。咁佢係食草特性，咁我用草技打佢，咁咪会变咗唔合理，即係冇再去諗深一层啊，系啊，咁呢个只系一个单纯嘅思考模式啊，咁我谂 AI 即系佢想讲嘅，应该就系呢一个唔会攞一个战术性嘅判断啦。咁啊，编组时只能变更呢个精灵啦，变更时必须以精灵同埋训练家嘅为组合嘅。基于呢一个设计，无法复数持有同一只精灵，也无法持有同一个玩家系训练家。呢一度嘅话，我大概会谂成系。训练家同埋精灵系已经系算系一个组合，系算系一个组合。譬如小霞就配海星星啊、鲤鱼王啊，或者系呢一个嘅独角金鱼啊，独角金鱼啊，或者系小呢、这个嘅小江，可能系大岩石啊、小泉石啊、穿山王等等啦、啊。就你要变更嘅话，就要成组换，唔可以话哦，我抽到小江或者我用小江。跟住然之后我可以换嘅，我用完大岩石跟住即刻换只小泉石咁唔得嘅，佢可能要咧再抽多个人物系小光咁样先至可以再换嘅。我大概就系觉得会咁啦。咁喺原作咧嘅精灵又存在呢个个体值嘅，但系由于本作限制玩家只能持有一只，所以就唔存在个体值呢个要素啦。咁呢一度我觉得都几合理嘅，因为好多外传嘅 Pokemon game 都唔会有个体值啦，系啦，甚至可能系。
努力值啊，觉得值嗰啲都可能会冇啦，但系我觉得都冇乜所谓，因为始终手机 game 就唔系正传啦，而呢啲嘅小元素撇除咗，我觉得都冇乜所谓嘅，系啊，除非佢好难，即系呢只 game 系好困难嘅，咁就另计啦。好，咁啊，复杂属性亦都简化咗，一只精灵只会有一个属性啦，弱点属性。咁即使对属性关系唔熟都冇乜所谓，因为低门槛嘅缘故咧，吸引大量新嘅用户啦。咁可以由此睇得出咧，任天堂都想整一只新嘅游戏啦。咁我觉得都正常，因为始终Switch 之前 Pokemon Let's Go 嗰啲都系比较低门槛啦，低门槛嘅。咁战斗方面就比较唔算话太过丰富或者太过多元化。咁所以就可以理解为系设咗低门槛嚟吸引新嘅用户啊，可能 Pokemon Go 嗰啲都想攞走啊，即系吸引 Pokemon Go 嘅客户去开始玩呢一啲新嘅其他一只新嘅游戏啊咁咯，冇错啦。咁啊属性同原作相同，冇散略，全部都系实装。即系话咧，可能小拳石就系、是，可能小拳石就。即可能是得一个属性，或者系净依呢一个都有啲矛盾。其实如果得一个弱点，咁可能小拳石就会变咗另一个，唔系啊？小拳石个属性应该佢话唔同原作相同，咁理论上应该唔会得一个弱点属性，系啦。咁呢个就要睇佢点样搞咯，我都未谂好要点样整。系啦，咁啊呢一个就系呢一个巴哈嗰个嘅开 post 呢个开文章呢个人就话咧，以喷火龙为例。弱点只有一种，但自身还是飞火加飞行，招式不会只有一种，保有熟修的设定，说不定会有呢个招式机的要素可以弄啦。好，咁啊，然之后佢都有讲到啦，呢个转蛋要素只有呢个训练家啦。咁因为头先都讲过，训练家同精灵系一 set 嘅，所以如果要转嘅话，都系一 set 一 set 咁转，就唔可以一只一只咁转，即系你抽个人，跟住再抽重就唔得嘅，系直接两个一齐抽。系啦，有进化啦，上限解放可以龙嘅要素，单人游换或者多人游换都得。战斗中亦都有固有必杀技，即系类似小光呢一招啦，系啦，即系见到大岩石，然之后佢就放出佢嘅招牌 pose， 然之后咧再放啲岩石落石出嚟嘅。咁呢一个我谂应该就系所谓嘅固有必杀技啦。游戏咧就以 3D 嘅模组构成啦，一部分就用 2D 图像，即系类似呢一啲咁啦。虽然冇全语音，但系都有附带嘅配音啦。而呢一个我谂大家有睇我之前嗰个情报片都有睇到噶啦。咁佢咧就有某部分就有语音，但系就唔系话全语音嘅。我觉得都算几贴心嘅，系啦。即系以往语音就比较少嘅，系啦。咁啊，简单啲嚟讲就系以训练家为主嚟抽转蛋啦，冇错啦。咁暂时呢一个就系佢流出嘅个情报咯。我自己觉得都比较都算几真实嘅，因为佢好多都讲咗出嚟咯，系啦，即系佢18号已经差唔多讲咗29号，大部分想讲嘅，仲讲埋冇个体值啊，嗰啲复杂嘅嘢啊，仲会简化咗战斗元素啊、属性伤害元素啊，咁我觉得呢一个都算系比较几准确咯，系咯，但系谂深一层，其实都唔会话即系假咯。我觉得都几真下嘅，系因为其实手机 game 嚟讲咧，你冇可能将个体值、努力值放晒落去嘅，系冇可能嘅，真系有啲难度嘅。个体值可能有机会放到啦，但系佢都话咗，因为任天堂佢出 Pokemon Go、Pokemon Let's Go 都系为咗俾啲低门槛嘅人去接触呢一个 Pokemon game 啊嘛，系啦，咁。Pokemon Let's Go 其实是为了给 Pokemon Go 的玩家去玩的，某程度上来说是。但是这一只手机游戏我想都是为了给 Pokemon Go 的人去体验一下Pokemon 这个战斗的元素啊，战斗这个的乐趣咯，我觉得会是战斗的乐趣。咁如果对于我呢啲想玩正传 Pokemon 回合制嘅话，咁应该呢一隻就唔算话太啱。不过就都可以玩下嘅，都可以玩下。我自己都几即係就算睇咗呢一个新聞，即係睇咗呢个情报，觉得哦冇个体值啊，冇啲咩属性伤害，咁我自己觉得冇乜所谓，因为始终点讲呢，我觉得 Pokemon 嗰啲都可以好似一啲 card game 咁囉，草卡囉，係囉，我觉得应该都会係抽卡嘅。然之后嗰张卡咧都几华丽几靓，有机会会系咁，所以我自己都睇完呢啲情报都觉得我 OK 冇乜所谓嘅，系啦，始终系外传 game， 手机外传 game 冇可能做到话完全正主一样嘅，因为佢本身
自己个平台都系都系向呢个掌机咯，系咯。咁手机嚟讲，有同正传有出入有唔同，都系一个几正常、几合理嘅事，我自己觉得系啦。咁唔知大家系点睇啊？对于呢一个嘅情报系啦，咁有啲咩都可以喺下面留言啦。咁到时6月5号系咪6月5号就有一个嘅 Pokemon 嘅情报？呢、這个真系呢个剑盾嘅情报，我哋可以睇下系一啲咩嘅情报啦。咁我到时直播再见，各位，拜拜。